祝老铁们牛气冲天，三羊开泰。老铁们又要到饭点了啊！简简单单，今天吃点啥？咔咔吃羊头的人太多，这自个儿照的那没几个。今天我给大家展示，咱整这玩意儿了，简单不整狠活。老铁们，这可是一个羊总，羊总啊，收拾收拾。嘎这块没气儿，点不着。今天用原始方法烤一烤，小松木燎羊毛，那个味道嘎嘎好。这原始方法就是慢呢，烤了一个小时半，这差不多了，收拾收拾洗衣。给它焯一下水，这大羊太大了。来个姜葱八角料酒，焯到320度一分钟。Later， 差不多了。凶残，好了，开火，姜葱蒜，大料，这点辣椒，酱油，干辣椒怼里，来点盐，爹你看话，糊多长时间不知道，得糊熟，反正口干，糊了小半天啊，这回可熟了，满院飘香啊，出，开灶了。老铁们，当饭点了，对我可豪横了，不简单了，今天啊，来吧，祝老铁们牛气冲天，三羊开泰，这是一个号角。开道，哎呀，这壶这个真烂了啊，哎，开箱，哇，哇，哎。哎呀，这个眼睛味儿，哎呀，给它整了，来，调料。哎呀，这怎么？哎，这老乡，
真有年味儿的，我等下吃上来放炮吃肉去。嗯，老婆，这个大羊脖子，哎呀，给老妈和老婆孩子吃了。